会唱的歌都为你唱一遍，把你写来的信都深藏在我心。世界上的事不急着去了解，时间像小船会载我们去远方。他们说这样的梦想太简单不实际，可是我们手牵手誓言不放弃。他们说这样的爱太幼稚多阻碍，可是只有你了解我伤痛，永远不走开。不管他们怎么说，我只要你爱我。当阳光照耀大地，哦，朋友那么多。不管他们怎么说，我只要你爱我。痛苦、快乐和伤心，我们一起度过。有一次虚幻引擎 IGES 转档五轴水刀机场景 CMS CAPP 和 U14 Z 都是向上，虽然 Y 和 X 方向也是一样，但是 X 方向是颠倒的，那基本上是不影响我们的整个的机构的拆解成为各轴的 component 的 IGS 档，然后分别load入了 U14 或者是 CMS CAPP。 那这五轴水刀机 Foundation 上架的是 Y 轴，Y 轴上有 S 轴， S 轴上架的是 Z 轴， Z 轴上架的是 C 轴， C 轴下面是 B 轴， B 轴架了刀子，那么刀尖在原点的位置。好，那我们看 IGS 分解后的 IGS 怎么样落入虚幻引擎。那我们的各轴的 B 轴跟 C 轴的 Pivot Point 我们就留在运动的时候再去设定它的 pivot point。 那么 U14 我们用 Delta Smith 找到我们的档案夹位置，那么水刀机档案夹位置是 GAC13，那么打开了可以看到 这么多的 IGS。 那 Foundation 是 WaterJet F， F 是 Foundation， 那么 Y 是 WaterJet Y， WJY， X 是 WJX 轴， Z 轴是 WJZ 轴， C 轴是 WJC 点 IGS， B 轴是 WJB 点 IGS， 刀具是 WJTool点 IGS。 首先我们翻 WJF Foundation 的 IGS， 那么开启旧档 OK Import， 好进来了。那么这是 S 轴位置指向我们， Y 轴向右， Z 轴向上，它是左手定义。这个是 Y 轴， S 轴是向荧幕里面， Z 轴向上。好，那么我们再来 Y 轴， WJY.IGS OK Import，
么再来是 S 轴 WJX.IGS， 它画的很简单，就是一个板子。那么再来 Z 轴挂在 S 轴上 WJZ， Z 轴挂了 C 轴在下面 WJC.IGS。C 轴下面挂的是 B 轴 WJB.IGS， 好， B 轴挂的是 WJTools.IGS， Tool 的尖点在世界坐标的原点上。好，我们来放大来看，点到我们的 viewport， 让 F11 放的最大。那么他的看法就是，目前的坐标是 tool， 左手压的 ALT 键，右手压的滑鼠的左键，那么就可以旋转这个坐标点。看看各个角度。那要放大缩小，除了 ALT 键左手按到，右手要换压的滑鼠的左右键，往前推或往后拉，做容易的动作。对这一点，往前推是把物体往前推，所以物体会缩小，往后拉是把物体拉近，所以会看得很清楚啊。那么这边我们要特别注意，它是对这一点，那也就是如果我们要对 table， 对 foundation， 按了 foundation 啊，现在对 foundation， 你可以压 F，它会把 foundation 放在整个画面中间啊，按了左键，按了 ALT 键，滑鼠左右键都按了 ALT 键，所以可以很灵活的去调整我们的东西，我们的弓箭到我们想要看的位置。好，我们就到这边，压 F11。Cross， 都 safe。把会唱的歌都为你唱一遍，把你写来的信都深藏在我心。世界上的事不急着去了解，时间像小船会载我们去远方。他们说这样的梦想太简单不实际，可是我们手牵手誓言不放弃。他们说这样的多阻碍，可是只有你。